说一下这个驱动电流怎么调，还有就是这个遥控器刚开始怎么设置，或者就是有时候你需要用你自己的那个遥控器应该怎么来设置。然后驱动电流的话，就是每一项就是 X、Y、Z，你就是，是 X 的话就在这调这个驱动板上这个电位器，这是个单圈电位器，调到程度就是尽量电流小。以电机不失误为标准，就只要电机不失误，我就电流越小越好，来减小发热。电机不失误呢，咋看啊？就是，比如说我现在我在电脑上把这个，可以把比如说 X 电机我朝一个方向移动，随便多少距离。比如说现在15.几，然后我点个这个移动的零位，一点，然后等它归零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就是实际这个电机有没有回到零位？比如说，你看它现在在这指着，在这指着，然后显示的坐标是零，然后我移动它，距离可以尽量大，其实这个无所谓，就是你随便移动到多少。然后其他电机也都可以点一下，然后我现在点归零，然后移动到零位，看这个电机有没有，就实际中有没有回到零位。如果没有回到零的话，那就是可能就是中间有失误，就是可以适当的把这个驱动电流调大。这个电位器就是。顺时针电流是增大，然后逆时针是减小，大概就这样。如果具体不知道咋调，可以问我。然后这个遥控器的话，就是出自一个陌生的遥控器过来，它这个板子是不识别的。然后怎么设置呢？你看，就是长按这个模式按键，按住不要松手，一直到那个它上面显示一个。遥控器设置模式那个一个杠零，你看现在长按住不要放，一直等它显示一个杠零，哎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就是已经进入到遥控器设置模式。现在这个遥控器，这个是我定做的一个遥控器，这上面的所有功能并没有完全实现，主要就是现在就是可以 X、Y、Z、A 就是手控。移动，然后就是风扇、主轴、弱光、强光，一个模式一个设置。这个模式设置按键功能就是跟板子上这个其实是一样的。然后设置就是，现在一共是几个按键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个按键，从0到13分，就是现在是杠零是。第零个按键，就第一个按键是 X 负，我们点一下这个 X 负，对着这个点一下，响了就可以。然后按这个设置键往下走，一是 X 加，二是 Y 减，三是 Y 加，四是 Z 减，五是 Z 加，六是 A 减，七是 A 加。八是模式按键，九是这个设置按键，A 就是10，10是风扇，11是主轴，12是弱光，13是强光。好，现在就全部设置完了。然后按这个，现在还是在这个遥控器设置这个模式。就如果你中间有一个漏掉了，比如说第五按键漏掉了，你就可以再切过来，切到这个五。然后再按这个，你第五个按键应该是多少？对着它按一下就行。然后这个遥控器设置模式里边再按一下这个模式键，就会退出去。然后这样就遥控器就设置可以了。你可以测一下，看那个实际有没有设置好。比如说这个风扇，这个风扇点一下，看风扇转了就可以，就说明已经好了。然后再点一下就停了，这就可以了。然后弱光，你看这个是弱光，然后 X、Y、Z 移动，点一下点动，你看长按就可以长动。
这是 x 加，然后 y z 就支持点动跟长按。点动的话就一次走一步，这个步数也是具体走多少软件上可以设置，然后还有长按的时候它这个速度也是可以设置的。然后这 z 风扇试过了，弱光，强光，这个是默认调最大，很明显就强很多。然后模式设置按键就跟板上的一样，比如说我把弱光打开，然后调到这是弱光，现在是一，你看我把级别增大，你看注意看那光点，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5，其实就最大零到十五。我再按零，其实就把光直接关掉了，就是弱光调到一就可以了。不行的话，你就根据自己激光图来实际来调一下。然后这个，这个是模式按键，跟我直接去按这个是一样的。你看，就遥控器就设置可以。然后遥控器只要设置一次，然后这个板子就会记忆下来，后面就直接用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。